就係滅亡啊！之前明報前總編劉俊圖被斬，跟住近嚟又話普選冇公民提名，跟住啱啱 HKTV 又話冇得開播，你話香港仲有咩前途？唉，而罪魁禍首，白痴都知道689呢條友，所以今日我要鬧臭呢條友，689，整污嘴，689，整茂利。689，整粉槍， 689，整粉皮， 689，整契弟， 689，整冷蛋， 689，整柒頭， 689，整冷硬， 689，整仆街， 689，整冚家產。 唔夠， 689，你呢個 卑鄙無恥下流賤格社會嘅人渣敗類， 賊白通， 死飛仔。 唔夠， 689， 我唔想食嗰啲料啊！唔想咩食嗰啲，我冇個生啲啦，無論食花花粒，我仲唔叫醒啦，我閪都唔想食啦咩！香港人覺醒啦，拜拜。